是一个三件套，先来介绍一下裤子、上衣这个排扣是假排扣，这个其实是一个造型，因为它把它弄到底，就是妞妞现在穿的高度。裤子的部分呢，来给大家看一下，是到 L 号都可以穿三件套。然后这个裤子也非常好用，你要去搭其他的背心、上衣都可以。它会附一件这个小罩衫，这个就是大马台湾粉丝最爱的小罩衫，三件套，然后裤子是松紧的，大家都很喜欢这种 set， 而且它是格纹套装，就是非常非常百搭，也不会退流行的格纹套装。然后呢，它罩衫还有做提花的效果，然后最特别的是这一次呢，妞妞就选了一个这个会开这种圆弧叉的，然后这件罩衫高矮胖瘦都可以穿，因为有没有发现它的长度不是说超长，也不是超短，然后刚刚好在这个大家直接可以盖住屁股蛋，然后呢，裤子有做内里，衣服也有做内里，就是穿起来非常非常舒服。然后呢，这个小格纹我换上了这个可爱的小裤裤，中腰的小裤裤，超级可爱。反正我就觉得超好看就对了，今天的东西都可以这样搭来又搭去的，我觉得很赞，好不好？